2016台湾国际人展圆满结束，市府特别举办成果记者会，由市长赖清德甲与会贵宾共同揭开蝴蝶兰花蕊，公布今年各项成绩。揭晓一下我们的参观人数，哇，突破了22万人次哦，非常。请掌声哦！参加的国家呢，我们有多达26个国家。2、3。OK， 大家看到了，就是3到5年内外销的订单是有97.2亿元，非常非常的棒哦！这一次的文创及生技的商品销售总金额是497万。好的。总共是有多达11株竞赛花获得美国兰艺协会的金牌奖殊荣，入园的人数呢有达到22万多人，比去年还多。那接到的订单虽然比去年稍微少一点，但是如果比较整个台湾在就是外销订单的影响的比例，我看97亿新台币。应该也是维持相当的水准啊。那另外，我们也一直希望这个兰花产业所代表的台湾国际兰展，它要带动了除了精致农业以外，也能够观光产业、生物科技产业、文化创意产业点。那这一部分呢，我们今年的销售金额400多万元，也比去年还增加啊。那我们今年的花，甚至呢也比以往还要漂亮也比以往漂亮。当然这个举办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，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克服。我大体上这一场活动是顺利也是成功的，而且成绩也更胜以往。特别的是，今年台南市政府将展览使用的兰花捐予关怀公益团体，一挂公益团体也发起发票换兰花、幸福奖赢秀的活动，寄望借由兰花语言，只要你相信幸福就在眼前，把正面的力量带予更加侪人。